各位同学，还有洪校长，还有蔡甲校长，还有我们邱怡校长，还有很多的家长会会长，很多我们万华区、中正区、我们台北市的校长，还有郭建良好几个啊，不是，好好，中冠一一的练哈，还有这个广杰哈，还有高中的哈，好，那好，我刚刚向你们介绍的时候，我们的同学是卧虎藏龙哦，都非常优秀啊。我本身是脚力队的哈，我们当时成立跟一下蔡甲成立的脚力队，那全国的冠军，以前我们好像是年金牌，那现在就有全国冠军了哈。好，好多好多项目啊，运动项目都非常优秀。那我们万华高中啊，我非常感谢洪校长跟我们的主任、我们老师哦，还有以前的蔡甲校长哦，大家的团队的来这个引导哦。那我再拜托我们社区然后的我们民间的企业，我们的那个大家大企业家再多帮助我们万华高中啊，有些资源呢都给万华高中了哈。但我再拜托第一点，第二点啊，61周年啊，哦，就提醒大家，有六个一辈子要做的事，哦，第一个就是运动，哦，一定要每天都要保持运动哦。还有第二个就要一辈子都要奋发向上哦，我们越困难越要奋发向上。第二个就是一辈子都要不怕困难哦，一辈子你都要不怕困难。再来是一辈子都要不怕失败啊，因为失败啊，人生的失败就十之八九啊，大部分都是失败，所以也一辈子啊，不要怕失败，一辈子不停的尝试，我们失败了再调整，再改进，要不停的尝试，一辈子啊，你都要追求你的梦想哦。我们环境越不好，我们越要困难，越要努力哦，一定要一辈子啊，要追求你的梦想，那一辈子我们才可以快乐平安哦。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朱雪。